这就是我的选择。如果你是我命里该有的一劫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你是否听见那声音？或许你也不在意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快窒息，泪水就像深红爆发溃堤。我全心全意护你周全，令你快乐。可是你的心里面只有你的佛理，只有你自己。我知道你困住我是想护我周全，你生气是因为你珍惜我，你爱护我。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见到南音寺的星光，可是取经的路上要是没有你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答应你，从此以后不管有任何危险任何困难，我都绝不瞒你，和你一起面对。我再次听见那声音，来自内心的讯息，穿越了时间的回忆。大圣，我看你这师傅是被这妖孽迷了心智。这样，你去保护你师傅，我来收了他。从来都没理解过为什么一个人会爱上另一个人，我猜就是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缺口，需要一个正好的形状来填满。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个缺口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缺口，但是这个缺口都需要相同的形状去填满。也许它并不完美，也许它歪歪扭扭，但如果不是那个人来填满，这个地方缺口永远不会被填满。你心上的缺口是我。这就是我的选择。曾经共同走过的足迹，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